第十二题，请问反应式中的 F1 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看到这个反应式中的 F1 写在箭头的上面，老师上课讲过了，写在箭头的上面表示这东西是作为催化剂。所以第十二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反应式中的 F1 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催化剂。